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，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全归还。2008年爆红的国片《海角七号》改编成音乐剧，11月将展开巡演。24日公布豪华卡司，孙协志、卓文萱等人都出席记者会。而这次女友夏雨桐也参与演出，小两口在台上的互动也是让大家相当关注。几乎没有，有的话就会同台啦，但是很多人就小互动，有一点小互动这样子。毕竟他是助理，他是导演嘛。对对对，我大多就是片场、办公室。还有家里，还有家里，毕竟太太在，可能没有太多的互动，不允许有类似的互动。对，因为有几幕就是会有一幕，然后同时会有两个场景，然后那个时候是可能右边是我跟协志哥在家，可是左边是彤彤在台上，然后我想说不对啊，这时候他出现在我家，我说那是两个空间，那是两个空间。我上礼拜有看完肖哥的20000多场，真的最近这段时间就是排练。然后跟写剧本，所以我真的没有在关注我写剧本的事情。OK， 好，谢谢。